我的人生座右铭是相信人生的正向循环，只要你愿意正能量面对人生，你会得到最美好的成果。在遇到疫情，就是2020哦，一开始爆发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很恐慌。那我们队内就宣布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陈真的同仁不用担心哈，我们确定不会裁员，也不减薪。这两个承诺一讲出去之后，其实同仁心就安定了。不然他看到很多餐厅都关掉啊，甚至很多百年的都收了。所以如果不下这个保证，他们可能就会，心神不宁，不知道哪一天会被 fire。那我们这当中就做了很多，商模的改变，就包括 Uber Eats 啦、Foodpanda 啦，哈，还有发展很多相关的冷冻冷藏的产品，就是在因应疫情，那我们同仁就留住了。所以3年后呢，很多同业都面临找人的问题，我们反而没有。